想成工作人，你愿意借卵怀孕吗？开业妇产科医师蔡峰博统计，去年十月到今年六月，该诊所收治18个45岁至53岁不孕女性，采借卵做试管疗程，结果有15人怀孕，怀孕率达83%。对照国健署2013年统计，使用自卵的高龄不孕疗程，怀孕率仅约1/1。就经济效益跟达成当妈妈的时间，我非常强烈建议，借卵可能是一个比较务实的做法。现年48岁张太太曾因坚持要用自卵做试管，5年内砸超过200万元，尝试10次疗程都失败，直到2年前才借卵生下双胞胎。对于许多求子者，希望能用自己的卵生孩子，蔡峰博说，一名借卵而成功求子者曾经这样说过：这个孩子跟我相处血乳交融4个月，从我的子宫蹦出来，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孩子，到底是谁的孩子？国人的观念里面会觉得说，借卵生子不是用到自己的卵，就好像不是自己生自己的小孩。那这个观念可能也需要大家多多改变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好，来看到呢，这艺人陈明真呢，将近48岁的时候呢，因为试管婴儿的疗程当了妈妈。高龄女星做人成功之后，这个消息一曝光啊，可以鼓励很多晚婚的熟女呢前仆后继来做这个试管婴儿。而国内呢，首份针对45岁以上不孕的女性借卵人工生殖的统计发现说呢，对照这个卫福部国健署所调查使用自己的卵的这个报告来看啊，借卵人工生殖怀孕的几率呢有8/3，是远远高于呢这个后者的1/1。医师就表示说呢，超过45岁的女性呢，卵子量呢的确呢是比较少，而且呢也比较劣质，借卵的确可以提高试管疗程的成功率。